捡到小博美犬后续来了。哦，摸到你了，来过来。哦呦，来来来。哦，我摸到你。哎呦，我终于抱到你了。还是把它送到物业监控处吧。啊，不行不行，还是不能带回家。如果它丢在外面，真的会非常非常危险的。啊，不要怕不要怕，帮你找到家啊，你的主人会找到你的啊。我们捡到一只狗狗，是谁家丢的？哦，只能先把它放在。不会，它不咬人，我能感受到它不咬人。妈妈有。对，好吧。哎，好乖好乖。我来挂。好。好。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它，不能让它再走丢了。我来挂什么？来放照片啊。你放照片，不能让它丢了。我来挂。我放在业主群了，我发了业主群，业主群没人理我。感觉那么空。对，业主群估计没人看到。快快快，好好好，你千万不能让它丢了啊。来啊，不要丢了，丢了我找你们了。来立钩了，拉立钩了。来，我们做了一件好事情，是不是很开心啊？现在特殊时期，我们赶紧身上除一下菌，快点。对，因为刚刚我们捡到的那只小狗狗身上弄脏了啊，刚刚你碰了一下它，赶紧用这个除菌除臭臭的身上去。